各位澎湃新闻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澎湃新闻记者赵石。这次我要负责我们今年澎湃新闻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的新闻报道工作。那现在呢，我就要去前往北京建国饭店。次全国政协第13届五次会议的新闻中心，首先可以看到新闻中心现在的安检工作还是非常的严格有序的。然后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蓝色背景，新闻发布厅就在这里。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新闻发布厅。欢迎啊，大家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。